这是我叶蚕呢。那就给我吃一口。不行，你不能吃香的。你就给我吃一小口嘛。对。一小口。那就吃这个。不行。妈妈。这样就逮住了。来，给我给你煮熟菜。妈妈吃什么？我也想要吃什么？我想要吃生的，但是我想我也能吃生的就好了。小孩不能吃生啊，想到了，加点料。妈妈，你快吃完了，给我留一个呗。好嘞。妈妈，我也需要吃，你也给我留一个。行，咱俩要一个，行不行？就是那个煮，就是没煮的。不的，煮熟。你叫妈妈。你干啥呀？你又来偷我虾了，不是又来顺我虾来了。上次都顺走一根骨头，他们都说我抠不给你，又来顺。妈妈呢？你吃不了。爸爸，我就要吃。哎呦，不容易呀、啊。